寒流来了，就把那个餐车一推就跑掉了。那个下去也就像那个大木神一样。我空姐太好笑了，是不耐烦站起来说：“坐下，坐下。”那你没坐下，大哥过来，坐下呗。那想打炮吗？飞太久了，所以他今天罢工。可以这样子吗？张展，像你这样常常转机，对不对？转机的时间很长，对不对？你都在干什么？转机的时间哦，尤其在内地的机场。对，我就是打码子。没有，我说这个没有哦，没有，对，这么严肃干什么？我说在念经啊，念经，念佛经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太危险了。飞机失事吗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转机是一档事嘛。哎，然后转机在那个飞机上碰到的那个空姐啊。又是一档事，然后呢，那个飞机本身呢会失速，也就是突然遇到乱流啊，骤降，又是一档事。那我曾经碰过，就是怎样坐飞机，对不对？是坐飞机，那时候还很喜欢坐靠窗的，靠窗啊，靠窗可以看哦，没有来过大陆啊，哇，底下原来就是长江啦，哦，珠江、黄河，哦，就看得很看得到吗？看得到，看得到，真的看得到。对，国内线都飞得不是很高。对对，国内线飞不高。后来呢，结果就是那个。突然之间啊，就是说遇到，就广播说遇到乱流啊，你知道那个空姐啊，遇到乱流，她不是说叫大家系好安全带，她是那个乱流来了，就把那个餐车一推就跑掉了。乱流来了，对，那时候我还那个餐盘也丢了，餐车也推了，然后就跑掉。后来我还想说神经病啊，后来就把我安全带系上，哎，结果真的是乱流。省五秒钟一下下几十，然后那个餐车就随便了，餐车就真的很危险，天花板，对对对，人就是往上飞这样。然后那个乱流过了以后，空姐再来整理餐车。对，空姐很久就不见。那乘客不能含扣，不能，乘客不能含扣，不能含扣。对对，夜市看到警察临检那种摊贩跑掉一样。那个下去也就像那个大木神一样，那空姐太好笑了啦。哎，那空姐太好笑，你不是说那个上飞机对不对？我们不是说那个手机请不要讲吗？对，那个他一样就是广播不要用那个行动电话什么的啊、哦。然后呢，有人就还在那讲，内地人还在讲啊，他直接过去啊，比如你讲行动电话，他直接过去，你我不要讲了呗，这样。对，不要讲了呗，对，这样，对，然后呢，真的啊，然后还有我们不是，就内地人跟台湾人习惯不一样，我们比如说飞机靠了空桥，对不对啊？降落靠空桥，我们才会把安全带系开。哎，内地人不是，飞机一降落，安全带就系开，就去拿行李，行李对。那结果那个空姐一样就这样子不耐烦站起来说：“坐下，坐下。”那你没坐下，他过来。坐下呗，但是他一样是这样子讲，但是他动作是很那个。OK， 安亲班老师一样。那厦门飞北京，你知道他吃什么吗？吃什么？他吃北京烤鸭。米苔木，米苔木啊，就是很进步啊。那米苔木啊，一个盒子打开是米苔木啊，汤的。哎，不是，就是干的。然后呢，一个一个跟你。拿一个那个，就是那种我们很古老那个热水瓶啊，那个绿胆那个热水瓶，就帮你加热水啊，加对对加热水，真的很费工哎，很费工啊，对啊，很累，而且呢，很妙的是他那一次是已经快到北京了哈，才给我们发米苔木哦。我们那个计划他还没有对到热水，因为他的热水一下就还没对到热水，哎，真的飞机已经降落了，他米苔木正对到热水，正要吃就被收走了，收走，他回来就投诉啊，我要吃，就被收走，我不能再离开飞机就对对对，他不是你看，飞机上这么多乘客，他热开水要多少啊？对啊，对不对？就非常神奇啊，是不是？有一次遇到我从上海要回台北，然后到了机场，然后那个航空公司说这班取消，他为什么就已经要登机了，就突然一个取消，所以他那个登机门已经一堆人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说为什么，然后全部都是我们这台湾这边同胞，然后他们那时候就说没有为什么，因为那个机师他在抗议他的这个飞太久了，所以他今天罢工。可以这样子吗？而且他说他很厉害，都是外籍机师哎。哦，外国人比较，你知道吗？我说那怎么办？他说不知道。真的，我然后就开始大家就开始吵，你知道？那我们比较注重怎么回台湾工作去，然后弄了一两个小时，然后就我们现在从这个
别的，譬如说从那个湖南调了一组机师来啊，他们现在飞过来途中啊，你们再等一下，在这个湖北发生的事情，然后他们的那个其实他们讲好一点啊，这里有湖北人，对的，对的，我们这边的那个电台主持人可能就声音很甜美，但是他们那边的电台主持人是声音甜美，长相也很 OK 的那一种。哦，我们湖北人嘛，对对对，湖北人，然后我就玩游戏啊，就有连哎我们的那个饭店几号啊，我也内地手机这样。然后录完，因为他第二场就没他们了嘛。然后我们录完第二场回饭店休息，大概11点多的时候，电话就打来了，说请问是林老师吗？我说你是？我是某某某啊。录完像了吗？我录完啊。他说那您累了吗？我说还好啊。他说那想打炮吗？我突然想说，哇，没有，刚刚不是应该讲舒坦舒坦的？没，舒坦。以前我们常常讲那个，黄安大哥在内地不是都会粉丝去敲房门吗？对，我想说，终于轮到我了。我就说，那除了你还有谁？就好，我们另外一位同事就是那个谁谁谁啊，两个都女的嘛。我说，好啊，那你们多久会到啊？我们开车从这儿过去，大概20分钟左右。好，开始喷香水、刮胡子，一天下来胡子要刮一下去。我想说，这个两个女生真的很周到，对，很知道行情，因为宇哥跟我们住同一家嘛。然后饭店的人又认识我们，那如果有两个女生来找我们，那明天报纸干嘛什么的，我们会想很多。那个女生两个开车来，OK 啊，我去，我就坐在前座，贤哥带去一个好玩的地方，好，就一直开过去。然后一个叫东湖的吧，他们在是不是有东湖很大很大的湖在那边开过去，哇，第一次来到这边就玩野外的会受不了。然后到了之后，哇，很多人因为。那天是中秋节嘛，然后他就从后车厢拿出来，可能就是毯子之类的啦，结果拿出来是冲天炮，他们的打炮等于我们的冲天炮，要不要去放炮？放鞭炮的意思。对，放炮等于打炮，我们就会想好多，那时候就刚从那九霄云外的天空掉下来，然后鞋打到一样，就想太多，那俚语不同嘛。还有湖北省的朋友，他叫林志贤，没有打炮打炮，文化不一样，对对对。